啊啊！你在这干啥呢？做动作乐呢。看一下子啊，这动作乐这样的一个箱子，泡沫箱，上面写出字，一个洞一个洞的吧，那意思啊。对，一块钱一次，妈妈要不要抽一次？保证里边的东西划算。这次还挺便宜的。嘻嘻。那咱们就抽一次吧，来。哎，你先给钱。给你一块钱，大家觉得我抽哪个好一点呢？只能抽一次。嗯，八，喊给我扣。来，看这里是啥？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加油”，一个头饰。噔噔噔噔，这啥头饰啊？这是一个夹子呀，一块钱买一个塑料的夹子，我能用上吗？来，小韩，我试一下子，这能夹着啥呀？你的头发都夹不着呢。这夹子那能用啥？你整的玩意儿？妈妈，要不要再抽一次？保证还有盲袋呢。你盲袋啥袋？我一块钱我感觉亏了。不能，下次你一定会抽到好的。你已经抽到八了，所以离大奖已经很近了。还很近了呢？真的？那我就再谢你一次啊！我再抽不着好的，我就不干了啊。整这点我买糖的零花钱都给你了。要是可，哇塞，好爽啊！看这是啥？一个盲袋儿，啥盲袋儿呢？咚咚咚！来，我看看这盲袋里有啥。呀，有钱？不是，这钱也不是真的，这不是你的教学用的吗？妈妈，你也不能怪我们呀，那一定是你手勤了。我搁在里边差不多都是好的，你这整了两个，哪有好的呀？啊，就整这两个还好的呢，你啊？整了两个坑袋。羊着还怪人家，妈妈抽吧，这里边的东西，哎，肯定是有好。那我就再信一次，小韩还剩几个洞洞？还剩十三个，给你五块钱。行吧，这些钱就这些钱。来，先抽哪个？来十二，小韩，坐规点一个。来个坐吧，小韩。妈妈是你坐鬼脸，大家都喜欢小韩坐鬼脸。来，这样，这就鬼脸。行，来下一个啊，一个首饰，啥首饰？哇，太漂亮了啊！我觉得粉色新鲜点，有点配你，所以给你做的粉色。嗯，好，来。手疼的。妈妈给我五元，来吧。怎么还有这么个操作呢？怎么跟你玩了都？来四，说三遍，我是小猪啊！你说吧，小韩。妈妈是你。啊，我是小猪，我是小猪，我是小猪。我感觉拆这过程是挺好玩的啊。弹妈妈脑背儿。脑瓜崩啊，整脑背儿啊。妈，小韩，看十四，还一个盲袋，来这只，一个弹地球，最后一个六了，一个盲袋，来拆盲袋里边看有啥。啊，扎头的呀，太幼稚了吧。韩寒说给我坐这小椅子，我能坐下吗？整这些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小韩，我是亏的一天呢。快还我，这些得拿走吧，这人疯了。